大叔他们有给你一本书吗？对，他们给你一本书，一本红皮书，书名叫《恋爱手册》。没有，没有，真的？大哥，你不要骗我！你骗我吗？那我们走吧。那我们去哪里？去找姐姐。去哪里找？我不知道，你问姐姐。我怎么问姐姐？啊，我给她发个微信。你有她微信啊？有啊。我没有哎。那你有什么？你有什么没有？我没加。那就不用加了。为啥？我这没加。对啊对啊，不用加了，我加了就好啊。为啥？为啥？我等一下就加，我看她给不给。好，走吧，那走吧。大叔，拜拜。Liri， 你有加弟弟微信吗？没有。你要加他吗？不加，我不去。我就不加。干嘛？我也不想加啊。你我想加。你看，牛都生气了。那是羊。坐吧，坐吧。姐姐为什么没来？我怎么知道你约我的？你问我怎么姐姐没来？我也不知道呀。她不会生病了？要不你发个微信问她吧。那我发个微信。你用她微信吧，我没有。她没有回我，很尴尬。你才发一下子，你叫人家回你。按道理来说会看手机啊，应该是他不想回你，我是这么觉得的。我推给你，你加嘛？我不屑，我自己问，我自己问。好，你现在问题是你又找不到他，迟早会找到他，你别担心，不用你担心。我不担心。